公园。当然可以了，你以为呢？有些学校不是不能随便进。搞得我现在过来砸场子，然后穿的袍子都是黑色的，我们那都。对，校舍就是这个颜色的争吵。它是鲜红色呀，它是 crimson， 好像就是鲜，就是那种。在毕业季在这里真好。为啥？你要拍那个钟楼吗？还有一个女上机。真人在唱啊，唱得好好啊。对，这大吧，哈佛也不会很大，很大很大。这个是老原校区，叫哈佛。就晚上去逛那个是吧？嗯。他镜头甩到那个什么上面吗？来找上个食堂了吗？没有他们地图。哦，自行车也行呀。我看见好吃香味的来源了。我哪里？他们。那好，英国 Oxford Street。好多
Cambridge 的 Oxford Street。没有必要了。好，小狗狗拉屎。啊！哪来的野狗？有没有人管啊？个豁牙子。嗯。哎呀，这太阳不是很烈的。这没什么人，挺好的。你好，这个时候来。哦 ，sorry。这很好。哦。这楼长得好奇怪，这是老房子吗？应该是的。难得有让我想拍的地方。这个还有个木头的什么东西，这是我觉得半个小时就逛完了。是